干，冰好泡。拿一个空板的手，现在开始煎熟。打开制作生产程式。现在进入这个煎成的界面。首先我们把工作台移到你想要插电的点，这个是平台的速度，平台移动的速度，我们拿到最大，然后按下鼠标上的键盘上的上下左右，工作台就可以进入相应的移动。变成一般往 S 型，从左往右，从上往下进行拆件。现在我们从左边往右边开始编程，移到左边第一个点。如果找不到用的点，相机垂直下来，现在移动，先编成这个 1K4， 先移动到 1K4 这里。这一个点我们进行手持式插件，目前是零度，匹配角度我们选择输入90度，相应的上下左右移到需要插件的点，点添加，现在添加了第一个点。